今天自由啦。天气太好。Finance 的 final project 已经交了。今天早上睡到自然醒，7点多才起，一直躺床上刷手机看长椅，一直看到9点多才起。吃个饭也不容易啊，还要跟着导航走，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深受荼毒的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不约而同的决定出来一起买杯奶茶补补。哥，我天哪，我第一次喝这种，第一次喝这种加了很多料的奶盖。那奶盖你应该啊。对，我跟 James 做 ，James 从来不记笔记。嗯，好。有些人就是不需要做笔记。嗯。是那个。下次回北京。我们都是2020年的时候。下一个。看错了，我以为是一飞呢，吓我一跳。他今天有课吗？没有，他在哈堡，没有课。他我说你在干嘛？他说这会儿在写作业，等一会儿家里面有朋友来吃饭。他特别会做饭，还会做周黑鸭，还挺好吃的。他还会做蛋黄酥。已经超出了我能想象的范围了。特别 Mexico， 但是我觉得好吃。这是学校门口的烤肉饭，健康版的。我好久都没有到外面吃过饭了，天天都在家待着。吃完饭溜达一下，回家已经快2点了。我要继续睡觉刷剧了，同志们，明天见。It's like we looped down.